2022年1月29日，天狼星 Sousa 不可避免的命运，传导 Raphael， 译者扬声传导。你们可以自由漫游，并获得最美妙的银河技术，穿越太阳系及更远的地方，并看到从你们的星球上消灭所有疾病似乎远未在某些人的头脑中发生。这是一个安全的未来的想法。的确，他们每天都在新闻中看到他们展示的照片，这确实看起来像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一直在呼吁你们所有人不要专注于他们每天试图传递的东西，这样你们就不会处于低振动状态，而是要培养好的思想。这些思想肯定会推动能量，并把你们带到这个最崇高的现实。它不仅仅是乌托邦，而是揭开面纱的真相。你们的下一代将非常感谢你们的合作。忠于自己的内心，即使有所有激烈的反对，在你们每次前进时都试图设置障碍以迫使你们撤退。目前你们已经看到了他们造成的混乱和恐惧的不断蔓延。亲爱的，当我们说地球母亲和你们所有人的命运是发光的更高球体时，我们看到了更大的图景。请相信我们，每天你们的许多统治者都在想一个更好的方法来告诉你们我们的持续存在。他们的时间每天都在流失，因为他们知道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它都不会被隐藏太久。我们收到了来自你们太阳系的神圣长老们的几个电话，提醒我们注意即将到来的宇宙事件，这些将引发地球上灵魂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因为许多让你们处于灵性控制之下的系统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完全瓦解，这将为你们提供更大的图景。当我们的团队开始在他们的梦中拜访他们，甚至让他们与最近的飞船一起出现时，即使是那些不知道外星现实的人也会感到惊讶。你们的统治阶级知道这些事件，并且还在继续计划，当我们的存在全部被揭露将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们将如何向人民道歉。随着这些事件朝着当前的时间线前进，那些仍然在黑暗中的人继续寻求举起虚假的旗帜，以带来持续的恐惧，并使他们对可能的世界大战感到不安全。不用说，这样的事件不会发生。在你们星球的能量场中，没有更多的空间来进行这种比例的战争。要知道，我们可以控制所有可能向任何国家发射的核弹头，我们会立即拦截它们。即便如此，地球上仍有一些灵魂不知道我们在这方面采取行动的能力，或者对我们在某些情况下的不行动感到好奇。同样，我们会在你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行星意识本身已经达到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你们星球上发生的水平，但显然在疗愈和调整阶段仍有细节，这通常会导致局部冲突，而且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你们的一些统治者之间的不和之火正在被扑灭，因为他们也知道，如果他们超过了我们和他们在理事会建立的安全范围，我们有能力直接采取行动。即便如此，其中也有为黑暗舰队服务的人，此时此刻他们正试图与他们在地球上的代表保持联系。然而这是无用的，因为我们的科学家已经阻止了所有来自太阳系的外部信号朝向我们，并打算向尚未选择光的灵魂发出指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你们还将更近距离地接近世界圣母玛利亚的星际舰队。在这个深刻转变的特殊时期，它穿越了银河系，召唤了数十亿人在地球周围展示自己。在今年的某些时刻，
许多人将能够看到成千上万个明亮的蓝色圆点在天空中漫步，这看起来不像是普通的星星，因为这些蓝色会有不同的色调。许多这些船只在白天也会被云层覆盖，你们将能够看到它们成天蓝色。当你们摆脱黑暗的束缚，回到你们应得的和平、自由和幸福的地方时，这些最接近你们在地球旅程中所获得的持续支持。永远不要气馁，夏天值得这一切，整个银河系都可以看到你们的努力，你们将获得回报。你们的灵魂已经达到了这个银河系中没有其他人的力量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享受伟大的二月二日门户，让自己流向更柔软的力量，释放你们一直在承受的负担。我们知道你们有多累，你们有些人气馁，但是我们要再次说，当你们仰望天空，真诚地寻求帮助时，他们永远不会迟到。你们并不孤单，你们不断直觉地知道需要采取什么新步骤和朝什么方向发展。当混乱、战争和疾病不断被宣布时，许多人感到迷茫和困惑是正常的。然而，如果你们从内在退缩，选择你们灵魂的平静，你们会看到一些与外在表现不同的东西，因为你们越是允许这种内在的观察，你们与真理的联系就越多。通过这种方式，你们可以向那些向你们寻求安慰的人传达和平，因为他们知道，尽管不知不觉，你们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可以提供。未来是确定的，没有怀疑的余地，你们将获得自由并返回伊甸园，这是你们的命运。我是来自天狼星的 Sousa， 再次作为银河联邦的发言人，我为今年将证明是重要的一年而感到兴奋。你们的意识将恢复到更扩展的状态，你们将能够与我们有更多的接触。当越来越多的人从睡得很好的夜晚醒来时，你们会清楚地记得曾经和我们一起在我们的飞船上。每个人都还在等待特别的启示，但我们马上会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来自你们甚至无法想象的一面，所以让自己把头转向另一个方向，也许你们会开始注意到你们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事情，这是一个你们也会对自己的直觉能力感到非常惊讶的时候。更发达的管道将是更好，那些正在接受训练的人会感觉更紧密，将所有时间线连接在一起的时间网格继续解开，除了扬升之外别无其他路线，这是你们不可阻挡的命运。Zoroastrian在天狼星中意思是，是的，我们都是一体的，处于和平中，处于光中。